主料：糯米粉200克，素粉200克，辅料：黄糖200克，南瓜100克，椰浆一罐。准备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用餐人数：1到2人。椰浆加热，放糖熬制糖完全融化，南瓜去皮切块蒸熟，然后捣成蓉，加入南瓜蓉与少量牛油煮至牛油融化，加入糯米粉和素粉搅拌均匀，模子里抹油倒入粉浆，蒸一个小时后摊量脱模即可。烹饪技巧：搅拌均匀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